我还记得早几年，生活仿佛一直沉浸在一种痛苦的孤独感当中，渴望跟世界连接，渴望任何人的陪伴，不喜欢一个人做任何事，想要分享一切。但是现在不是了，如果不是有趣的灵魂，我宁愿独处，哪怕身处热闹的环境，享受嘈杂的气味和声音，自己消化心情。听起来很孤独，但其实并没有那么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不再期待艳遇。